近日，蔡依林正在巴黎看秀，百变的造型惊艳了网友粉丝们。29日，蔡依林放出大招，笑称找到另一半了。粉丝们以为天后找到了新对象，又惊又喜，但蔡依林只晒出了双手的照片。左手食指上是蔡依林的招牌蛇刺青，右手戴着与刺青同款的银色蛇形戒指，一左一右刚好凑成了一对。原来所谓的找到了另一半，指的是她的刺青。得知真相后的网友们都被女神逗乐，纷纷表示实在太配了。